就是因为你弟弟才会受这样的滋味。洪桐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到底跟谁是一家人？你们是来给简明通求情的吧？我们不会原谅他的，法庭上解决。你还在和他见面？你忘了他们家是怎么害我们的吗？你和他们家人过去吧，现在就给我走！如同在港案，简明明跟简明通下场是一样的。可惜啊，如果我一开始就跟你坦白摄像头的事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如果没有我。